这娃娃还挺可爱的，刚好送给表妹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物归原主？是什么东西？赶紧帮我还给他。还有智能语音功能啊，有趣。嗯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这人撞掉我东西也不道歉，也不捡起来。我卡时间你没看到吗？就是这个男的把我捡回了家里，看来要给点小惩罚他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这门怎么自己开了？一天呢，怎么还没来？老板，我在这儿。算了，不等他了，我们开会吧。什么？我隐形了？哎，你说一天今天怎么没来？他不来更好，我老看得不顺眼。就是一天天自我感觉良好，受不了。凭什么还对你们这么好？把你合同撕了，看你敢不敢说我。哎，我合同怎么碎了？活该。反正老板看不到我。哇哇，果然是老板，这下发财了。哎，我们今晚团建去哪里吃啊？店不在，我们几个人去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他这样才影响气氛，好吧？就是，他整天只会抬杠，影响食欲。哎，太小气了，我们不用等他，我们先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走。我问你们，你是一个个假惺惺的。阿丽，你们先去，我换个衣服。哼，我要让你受到报应。啊，别看你。你怎么能看得见？竟然敢偷拍，报警吧。这不是张嘴的车钥匙，他还偷东西。哎，车钥匙呢？想走？快把车钥匙还给我。是我的东西吗？那只娃娃。别这一群人好玩吗？你们是什么怪物？啊，变态啊你！你怎么能看得见？变成隐形人好玩吗？你们是什么怪物？你想干嘛？这样这只娃娃可以隐身，就借我用用吧。真是死性不改。快帮我再隐形一次。你确定吗？不要后悔哦。确定，快点，我现在脸都被丢光了。老板，老板，看来这下真的隐形成功了。哼，反正都要被辞退了，不能两手空空离开。真的疯了。阿秋，你没事吧？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真的被吓到了。他后来还人间蒸发了，找到他，并不能放过他。嗯嗯。哼，可是你们看不到我，拿我没办法。哼，不跟你们浪费时间。哎，小美你来了。嗯，怎么没有人啊？一天，我特地来找你，给你个惊喜。快帮我变回去，我要见我女朋友。说好了是最后一次，你还想变回去？什么？我变不回去了。一天，一天。小美，我在这。这是什么？想知道你男朋友在哪？打开这个盒子就知道了。哇，妈妈，我也想谈恋爱。你一个小孩谈什么恋爱？妈妈，你好凶，男朋友比你温柔多了。那怎么能比呢？等我长大以后，找到男朋友就不要你了。哼。房东，你能帮我劝劝可盈吗？怎么啦，阿姨？他自从谈恋爱之后就没有回过家，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到你。难怪我最近都看不见他，我还以为是他工作忙呢。你不知道，我这个女儿从小就向往爱情，长大之后什么都以爱情为先。妈，这周末我出去两天。什么？周日我生日你忘了吗？啊，是吗？没办法，工作忙嘛。我终于逃离我妈的魔爪了。你呀、啊、你。可盈，我这周末要加班，可能陪不了你了。什么呀？唉，临时任务，我也没办法的。那我跟着你去上班。这也行吧。可盈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周六你穿什么礼服？想好了吗？什么礼服啊？对呀、啊、这你都忘了。你从小最要好的堂姐婚礼你还是伴娘呢。哦，对哦，我差点忘记了，
可是我星期六有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有什么能比这重要？他一生才一次，这你都能忘记？不用说了，我自己跟他解释。你该不会是又陪男朋友吧？胡说什么呢？别管我，我找到了。什么？这恋爱脑也太严重了一点吧？自从我跟他闹矛盾之后，他就跟人间蒸发一样。你要是看见他，帮我劝劝他。嗯，我会的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为了谈恋爱连妈妈都不要了。妈，大庭广众这样，你丢不丢人呐？一凡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苏娜，我们带这位恋爱脑房客回趟住处去理发。他自从谈恋爱之后就没有回过家。我这周末要加班，陪不了你了。跟着你去上班。为了谈恋爱，连妈妈都不要了。露娜，我们带这位恋爱脑房客来趟救赎之旅吧。你爸离开了，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。我妈她平时不都在跳广场舞打麻将吗？有哪个母亲不希望有自己儿女的陪伴？更何况她还是单亲妈妈。只是给可盈煲汤的材料，他难得回来一趟。这下你懂得你妈妈的良苦用心了吧？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忽略了你。没事儿，多带男朋友回家坐坐。伯母好。可盈，我不想那么快到见家长这一步，我们还是分手。什么？你去哪里？不是说好给我补生日吗？一切都怪你，我的男朋友就是被你害没的。星星，我去买点东西，你好好待在家，不要随便开门哦。好的，妈妈。外卖。妈妈，我们有点外卖吗？没有啊，送错了吧？别开门。我们没有叫外卖，你走吧。谁呀、啊？小朋友，我是房东哦，来给你修空调的。妈妈，房东好像来了，我要开门给他吗？房东来了。啊！星星，别害怕，刚刚那个陌生人已经跑了。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，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星星，刚才妈妈拿到了。苏娜，让时间暂停吧。吃饭。